小孩，陈总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怎么想我了？才没有。陈总，陈总。由于近日连降大雨，高速路段山体滑坡，造成严重交通事故，知名企业家子晨至今下落不明。Sorry，公司联系不上陈总，公司股票已经降了5个点了。不好了，金融公司正在大肆收购我们的股票，太过分了，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。大家先别慌，光说不慌有什么用啊？再这么下去，公司要完了。陈总不在，我在，你在，你一个小秘书有什么用啊？如果是陈总，他会怎么办？第一，收容集团所有流动资金，避免股票过度下跌，造成资金链断裂。第二，所有员工各司其职，保持上海所有线下门店正常营业，让股民相信我们没有受影响，以免股民大规模抛售。第三，联系媒体放出消息，就说陈总已经回来，但受了轻伤，还需要静养。愣着干嘛？快去啊！股票也开始回涨了，小海你也太厉害了，都是大家的功劳，这几天大家辛苦了，都先回去休息吧。陈总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小海